十二，一号我也觉得好。那我们来唱那个国际版的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唱给你们听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唱啊，这个啊，我们现在要唱另外一个国际版的第二个歌，是一个日文歌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时间没有控制好。可是没关系，反正你们也没有差，你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。来加油！因为要去那个跟 Okinawa 的一些跟你们一样很认真买票来看表演的人交流一下，交流一下大家不一样的文化，所以我们很认真的安排了我们的鼓手要打那个冲绳的太鼓。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告诉他们，掉下场是我们的。问题是你要掉下场干嘛？到底要干嘛？事实上，在琉球王国或者是冲绳这个地方，他们也很多一些想要独立的想法，他们有很多自己的，就是越来越是信息可以流通，越来越是可以自己表达意见的时候。谁倒了？好，爱穿裙子哈。哎呦，卡住了！表演卡住了。这么瘦也会卡住啊？哇塞！虽然热，但是变成这种两个冷笑话。因为很热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非常谢谢大家来到铁花村，谢谢铁花村。三星の花。三星。三鲜花。哎，老师你好了哈，太鼓手。啊，再一次，吉他手，加油，吉他手。手冷了，手冷了。手太冷了。Oh,
テレビの斜め向かいのあなたがいた場所に、つまりはアルミの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